是在那个淘宝买的，好不好用？这样子，大家看一下。欸，要有点出力。结论是非常的难用。欸，其实要看那个软度，因为这颗比较软，之后就比较好弄。那这颗比较硬，就觉得，哎呀，中间脏脏的，有黑黑的东西耶。啊，会不会是那个不锈钢？洗干净了，再一次。哎，啊，它好难用哦。准备好了一个菜，一个蛋类，然后汤。昨天的汤，然后鸡翅再烤。我新买的那个美颜机，听说可以帮助那个保养品吸收，所以就还是有点感冒。然后买这个美颜机，它还有赠送这个提醒的那个棒棒，就是一样是按摩脸部。
小朋友不吃了。Yeah.